我想主场的部分也希望说有更多球迷可以进场。好，这个过过来，右脚的射门直接被姚都小角度给封住，这是横山翔平。哇，这福图洛刚刚啊在前面的回撤球员的一个漏球的动作，然后横山翔平呢从后面上来，可以成功的来破对方的，展现他的一个灵活度。好，这个小挑送到禁区内，过来，哦，姚都飞起来啊，把这个球给抓了下来。应该是中后卫内组的一个头锤哦，这场比赛那目前为止福特洛已经有两次的射正了，虽然有可能这一球会出底线，但是你会发现到姚都在这一球其实判断上也是很精准，因为毕竟这边右侧哇球进了，场上有礼貌这个点可以打得都蛮直接的，但是福特洛也是非常感觉哦，哎呦，然后想要抢在门将之前呢，直接做一个脚尖的一个捅射。对，新北方面是难得的前场自由球，我看这一次。好，在禁区内。哦，好，这球可以转身打出了界外。蛮可惜的，其实前面周宇杰送到禁区内之后啊，在第一开始的时候，陈宝军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个攻击上面并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发挥。那随后跟着应该是前面再做回来，黄永在你。像小川圭佑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话，我想就这一点来说，哇，危险啊！这个球位置很尴尬。那门将刚刚是在禁区这种，差不多就是一步进来还是出去的位置，所以是不敢用。门将，看到门将的进攻，什么？门将先拿到这个定点球，放下手，这个球跟目前在国外的球位置是。好，一些贴地的射门，这球陈宝军。啊，另外一名球员，我们再跟大家做确认，应该是王浩。王浩林是，那是把两个在进攻上面的球员呢给换下场哦。那鲁成恩看起来上来之后就打在了中后卫的位置，这边有机会打在边网上面，可惜了。九号的一言玄辉啊，看到有机会马上就杀进到禁区内起脚，是航员今天的。少数真的是相当接近的破门的一个机会。对，今天看起来好像这边鲁成恩面对陈廷阳，哇，哦哟，机会很好啊，是接进来马上就射门，应该是凌晨。但禁区内人数上真的航员这边人数真的放太少，所以真的刚刚那次这个45脚传中其实非常漂亮啊。不过有机会上去的时候，中间要能够跟上来，然后那这一个转身的挡，一下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不错的一些进攻选择。那人员上没有太多的反击，